初级活动，写作的时候就是咋样，就也是这样。那初中回来得嗯，现在大家看能看清吗？现在这个位置是放六 D 直线27G 38毫米的，或者是那个液态线。回的话就会落在里面。需要那稍微分开一些，然后放在内部的一个位置。内部呢？我登不有的。어떤통에넣어서들어깊이가깊이는지방층에넣으시나어放到脂肪层就可以了还是脂肪层이상을이이从那个从外吗从外向里但是你就是要用短针了从那个阴唇的稍微往里边的一点要分开然后往里边是不是阴道内壁呀对是说的内壁是在阴道内壁去精神用扩音器吗？就是那个扩鸭嘴那个扩音器。用啊。没用那个。你。那个这个几滴屁都没有。不讲了，从不利的啊，大伙儿是先加到讲完哈。碰着了不利的。尽量是徒手提的，伸手不要提的哈。伸手提的问题都不要回，都不需要回答的。不建议任何一个初学者去做这种实验，如果一旦造成直肠漏或者跟尿道结合了，我跟你讲是要命的，不要以为开玩笑。所以说伸手严禁，我讲根本就不要去接这种活，肚子和腿都扎不明白还扎这个。啊，这个扩音器用也可以，不用也可以。如果要是用了这个的话，可能就是视野更广一些，看能更清楚一些。完了以后，弄开之后，就是在这个壁的那个旁边下线下针就可以，下到脂肪层。哪去呀？可以的。如果能打麻药的话会更好一些。那个说啊，能不能找其中一个模具完整的做一个？혹시나그이이거아니면이거좀해해해볼수있으세요이렇게좀다만들어요能看清吗？那个摄像机稍微放大一点吧。这个能塞个扩音器吧？他说放也可以，不放也可以。他一般情况下不放，他说用手分开就可以。这个因为我们在南京的时候看到过这个做这个，其实这个成年女性啊，稍微用力往边上一扯，就分得非常开，非常容易做。它这个是个模具，你没有办法分开。大概放20到30根左右，然后转上一圈，一定要用短一点的线。那个他说就是把那个阴口分开之后，完了以后往深入扎，扎到脂肪层之后，完了大概埋20到30根，然后问可以问一下顾客有没有就是感觉，然后看他怎么样，完了以后就大概就是你问一下顾客，可能顾客也应该会回答你一些。啊？哪个？那个模具呢？还有一个模具放到这儿呢，还有一个那个放到外面了，这儿再扎一下，这个也行，这个不行，把扩音器塞进去，能塞进去。这个就是里边做一部分，然后外边要做。如果你的水平还没有达到这个很娴熟的话，尽量别做里边，因为出事的越多了，容易扎直肠漏。
上面还有尿道什么的，就容易出事，你就做外边就行。这个角度不对，等会儿调个角度，大伙儿看不到。等一下，他在扎完也不让大家这样看一下。嗯，对，这样扎好一些。这个是一个那个外部的模型，一会儿给大家都拿着看一下。这个大家只是学一下这个方案，为什么呢？这个模具嘛，跟模特没有办法相比。这个其实来讲，正常做手术的时候非常容易，稍微的一扒就开了以后，然后的话很容易做。因为我看过这个实际上操作的视频，我看过，我也没有。如果要是就是外部，他现在插的那个是在外部的内包，也可以就是提升弹力，提升弹力的话跟那个一起，就是跟内衣一起做的话效果会更好一些。然后这个也是使用那个螺旋线或者和麻绳线一起使用也可以，还有直线也可以。就是那个，就是那个年龄特别大的，特别外阴特别松的，那你就用16股的麻绳线或者是液态线，就顺便给它填充了，连收紧。如果年龄不是很大，那就用螺旋线、麻绳线、直线都行。외부에한몇개총몇개정도사는里面是20根，然后外部的是一边各10根。这块上的这块是桌吗？这块月上部也可以一起做，也是横线入针，也是为了增加弹力的。也是放10根。那做完以后多久能很好吧？内部也可以打那玻尿酸，也可以玻尿酸一起使用。그리고수술그시술하고나서한얼마정도그냥그부분을할수있는거예요네这放大一下，我给。1个月左右。这个给大家看一下，就是给大家看一下这个比较清楚的，里边20根，然后外边2侧的各10根。主要是这个50的螺旋或者是麻绳线外边的，里边的是这个液态线或者是直线，都要短一点的。然后这个外边这个就是一定要拿手分开扎在内壁，就是扎到阴道壁，就这个是要拿手掰开，把这分开，然后朝里边扎。如果很松的话，年龄大的，那我们就用液态填充线，可以把它连填充再收紧。然后里边两边都做完了，然后做上边是横着来，这边10根，这边10根，就从这边10根。就把这个收，整个的这个外边一圈都收紧，然后里边一圈收紧，里外同时进行。也可以那个再加上注射玻尿酸，玻尿酸也是注射在阴道壁的那个地方。遇到时候你玻尿酸，注射玻尿酸的时候也是这个方向，然后。那个在阴道壁的部位注射。
쪽으로 보면은 요실금도 좋아져요. 요실금. 요실금? 소변 세는 거. 재채기한테 세거나 이쪽에다가 필러를 넣으시면 좋아져요. 那个就是也可以放在上部的这个位置，也可以注射玻尿酸。这个注射了之后，也对那个女性有好处，就是。这个你得就是比较有稍微有一点经验，或者给大家做过这种做比较好。那这个注射玻尿酸就要用扩音器扩开了。 然后打玻尿酸，然后也可以起到填充，主要是填充。钢笔是吧？ 魏老师的那个电脑包里有。摄影师帮你摇一下。这个画的是私密处。 现在的那块是子宫。现是从这个方向下针。地上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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个位置，就是刚才那个阴道壁不是下针下那个蛋白线吗？下了蛋白线之后，还可以用钝针打玻尿酸，注射到这个位置，可以防止那个尿频。不只能那个，不只是那个能防止尿频，夫妻关系也会更加和谐。